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花儿笑，哈哈。哦，为什么道别离？有什么关系？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环球乐园来。麻瓜久违的街坊回来了。继上次考大人街流行歌后，这次麻瓜来到充满年轻气息的西门町。究竟以前红遍全台湾的怀旧金曲，年轻人接不接得出来呢？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花儿笑哈哈，上吧年轻人。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完蛋了，第一个都不知道。这不是以前国中课会教的吗？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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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眼睛？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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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醒了，第一件事是怎样？对，慢慢怎样？放弃。放弃。年代。邓丽君。像我们对照组来了。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有贝尔了。哎，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慢慢张开你的眼睛。但是什么歌啊？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呀， yeah, 明天会更好。对你爱爱爱不完，完蛋了。我只会这一句。我可以轰轰烈烈爱你到永远，我千千年年天天到永远。我可以天天年年的粤语。我可以夜夜年年的，我可以夜夜年年，我可以年年夜夜，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永远到永远。我可以天天年年月月到永远。大家都讲的没有一个人对哦。我可以天天年年月月，天天年年月月，天天年年月月，天天年年什么到永远。答案是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超坏的。因为先从天开始，再进入月，再进入年。这是被林俊杰影响的。天天年年天天的我。送你送到小村外，没听过，我不会。这什么啦？这什么？尴尬，真的太难了。下面一位，这我有听过，可是我哼不出来那个歌词，是我那年代的，是我那年代的。这一题为什么要放进来？那你知道这首歌是新年的歌？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哇，我只会这个。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花儿要招待。交代，哎，差不多了。他的词对了，可他的音都不对。有句花儿要交代。Yes， 第一个。对。这个来。是我那年代的，是我那年代的。看来爱情不单纯。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花儿笑，哈哈。地上的花儿像妈妈，地上的娃娃叫妈妈，地上的娃娃叫妈妈吗？找妈妈吗？地上的娃娃找妈妈。像太阳，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唱对了，字音不对。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地上的娃娃像妈妈。这个是哪一部电影的？你知道吗？鲁冰花。好像有看《鲁冰花》，对不对？这也是我国小看的。你永远不懂我伤悲。等等等等等等，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歌词。哒哒哒哒哒哒。
白天不懂夜的黑，像白天不懂夜的黑。知道是谁的歌吗？不知道。是谁的歌？那个一个女的，那英的。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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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名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那是谁的歌吗？黄品源吗？哇等一下哦，为什么道别离有什么关系哦我真的没听过哦放弃又说什么对不起哦为什么道别离哒哒哒哒哒哒，他都喊出来了。又说什么在一起？对，又说什么在一起？王杰的歌吗？一场游戏，一场梦，一场梦吗？是我那年代，没错。你到底几岁？但是这一句太难，让我唱。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哦。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叫我送他回家，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啊！谁的歌你们知道吗？刘德华。嗯。曹猛。哦，你有听过曹猛吗？曹猛知道啊，知道。但这首不知道。OK。周末午夜别徘徊。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样吗？哒哒哒哒。等等等，这个我没有听过哎。等等等等等等等，对，欢迎流浪的小孩。那接下来是什么？什么？快到，快到我的身边来。快到回家时间的小孩。什么乐园？什么乐园来？快到环球乐园来。快到青苹果乐园。快到青苹果，哎，不对啊，不对啊，快到什么乐园？青苹果乐园，什么乐园来吗？对，哎，不是青苹果乐园吗？快到苹果乐园来，快到苹果乐园来。他明明这首就是青苹果乐园，可是变成苹果乐园来，没什么逻辑。你说你想要逃，为何注定要落脚？偏偏注定到落脚，注定到落脚。偏偏注定要落脚，偏偏注定要落脚，偏偏注定要落脚，偏偏注定要落脚。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去飞去飞，想要想要飞就飞，想要飞却飞。却飞不高吗？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想要飞呀飞，却怎也飞不高。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太难了，太高了，飞不高了，抱歉。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们是音乐班，合唱团。哇，那好厉害！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哇！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哇，你没有破音哎！准备很久。把脚改成大。你太好笑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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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马吉要会对哦，哈。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却一哎说到什么一往情深？你又何苦？什么一往情深？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怎么那么好听？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有没有觉得陈淑桦很漂亮？啊，有啊，以前很漂亮，因为她是算是我妈妈的女神，在车上都唱这首。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下面一位，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没听过，不会，这首很难，是没有人会啊。删掉好不好？轻轻的，我想离开你。哒哒哒哒哒，什么？大约在冬季听过吗？没有，那我刚怎么唱出来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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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听过哎。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呀，终于有人答对了。真的？哎，这个，哎，乱弄乱弄。大约在冬季，齐秦的。请将眼角的泪拭去。你看，妈妈很常听。是谁在敲打我窗？我只会那一句，后面歌词我不会。好老的歌哦，是我那年代的，是我那年代的。时空错乱。我也只会这一句耶，我不会下一句。啊！很唱啊。是谁？在我的心旁，是谁在夜里弹琴？好难啊！是谁在拨弄心弦？对我弹琴，拨动啊我心房，撩动我心弦。是谁？在拨弄琴弦，是吗？差一点。是谁在撩动琴弦？哇塞，全对。阿里山的姑娘美如谁呀？阿里山的少年，少年怎样？壮如，壮如牛啊。壮如牛吗？阿里山的少年，等等等。阿里山的少年怎样？壮如山。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我要问一个 bonus， 好来，被我们淘汰掉了。美酒加咖啡。What？ 美酒加咖啡。把酒问青天。你接的真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来，谢谢。我只要一点点，是吗？我觉得爸爸一定可以。OK。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周末午夜撇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应该下一句。这是谁的羽毛？我爱德了呀！为什么？怎么舍得我难过？可以跟你们拍照吗？可以。可以跟你们拍照。可以。